什么是传统的租金，什么是 homestay 租金的方式。通过 short term stay renter， 从那边可以很快的回报一间屋子。今天你要买房子，你是要买来住还是买来投资的？只要你能租得出去的话，你就不用怕卖不卖得出去了。什么平台可以令到你赚比较多的钱？它是不需要买屋子都可以经营这个生意的。What is actually the changes that is taking place, and what is the strategy you have to practice?那如果你选择了对的 mentor 指点你，或者你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，跟随他们脚步，你不会错的。从零资本就可以开始这个生意了，甚至你还没有开始之前都已经赚钱了。